满分车神。喂，老婆，我终于拿下驾照了。呀呀呀呀！晚上去飙车，同志，快下去啊！同志，哎，下你下去我的车。同志，我是警察，看见前面黑色车了吗？是我追捕的逃犯，协助我追上他，快！啊！全力配合，注意安全，走走！哎，同志，往哪儿走啊？快！启动前检查车况，视觉盲区。同志，快回来！没问题，你干嘛去了？行车安全第一步，四周安全再上路。现在能上路了吗？走走。我怎么恍惚了呢？走啊，安全带。能走了吧？追不上了，走走。坐下来，让身体和大脑都松弛下来。你这个同志，他把音乐关了吗？关了啊！坐在那儿。同志，后备箱开了。没事。同志，雨刷器也开了。你看不见吗？哦哦，关了啊，关了啊。这个，你会开车吧，同志？您放心啊，我刚拿着本，虽然科目二我考了三遍，但科目一路考我一分没扣，知识点都在脑子里。看路，看路，看路。3号，3号，报告你的位置。3号收到，我现在啊，前面路口，左转，快！拐弯并线先打灯，后面车距要看清，拐弯并线甩头看，小心盲区有车。能不能不说话？我说话了，那旁边车都听着你说话了。你刚才在背驾校口诀。我练车练习惯了，对不起啊。同志，咱能不能改成默念呢？谢谢。前面路口右转。总部，我刚刚穿越中心公园，我跟得非常紧，拐弯了。同志，你怎么？同志，你说。听到右转口令时，打开右转向灯，观察左右车辆情况，3秒后变道至右转弯方向上。说完了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必须念，对不起。没事，保持车速。好，非常好，同志。要踩刹车呀，同志，往前走。你往前追呀，同志。同志。你怎么总踩刹车呀？保持车距，给生命留有余地。不是你给我留点余地吧？我在这追逃犯呢，行不行啊？行。哎，你个脉象上火了，我能不上火吗？我着急啊！哎呀，这里好多行人啊！前面的行人，往两边扫一扫，靠一靠。警察办案，注意配合啊！你按一下喇叭，你提醒他们一下，你快按喇叭。哎呦，急死我了！这行不好干，你咋这么多话呀？你帮我那个吗？前面车停着，把枪放下，靠边停车。哎，同志小心！老婆，同志你没受伤吧？没事，没事就好。血是谁的？啊！我看看严不严重啊？啊！1 2 3 哎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同志，别搓了别搓了。我看了，太严重了，不追了，去医院。拐弯并线先打。同志，先别打弯，别打弯。前面这伙劫匪穷凶极恶，为了抓住他们，我整整卧底了3年。我，别搞笑了，严肃一点。我没有多少血可以流了，求你了。
别墨迹了，快点啊！坐好，走。右转弯，左转弯，减速带，就在眼前，走啊！你怎么又停车了？红灯，追不上了。哇哦！闯红灯翻车了吧？嗯，咱们停的对不对？嗯，下去吧。嗯，抓他呀！哦，对，把枪放下，立刻下车。把手刹拉上，立刻下车。你涉嫌抢劫，危害公务安全，私藏枪支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被逮捕了。他还遮挡号牌，没系安全带，双实线变道，我正式通知你啊，准备重考吧。喂，总部，对，犯罪嫌疑人已经落网。哎呦，我那个大梁都断了。我在就这样二手车卖不上1000块钱。我停的好吗？咱们嘎停住了。我那个教练好吗？你查查我的驾校。教练说一路了，能让我说两句吗，大哥？我还没说呢，大哥。你成功帮我追捕到了逃犯。嗯。没有闯红灯。嗯。还没违章。嗯。谢谢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哎，总部，对，我受伤了，派一个司机送我去医院，派一个话少的司机哦。我叫满分车神。